们来看第一个功能，好，那我们就把电源好给它接上去。好，那接上去之后一样好，预设就是一个选单，那我们就选这个功能，就把这个摇杆的按钮按下去。好，那它就可以测到这个湿度、温度，好，还有这个压力。那压力的话，就是用这一个压力计去做测量。好，那这个压力计我们把它接上去，接在 A6 的地方。好，给它这边接上去，好，就可以量到正确的数值的哈。那二氧化碳则是用这一个 sensor 来测量。这个 sensor 是 MHZ14A。好，那这个是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啦哈。那不太需要预热一阵子哈，就可以使用，这样子放了就可以用了哈。那如果不过因为它比较贵，这一个二氧化碳的侦测比较贵哈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拔掉它也不会影响这边的功能哈。那如果没有接二氧化碳侦测器的话，我们再看一次，它其实就是这边没有数值而已哈。那其他都 OK 哈，都可以正常运作。那这个就是第一个功能哈，关于它的温湿度还有测量压力一些环境的测量的数值。好，那如果要跳出选单，就按着这个按钮2秒钟，好，就可以跳出去了。